我们要做的是螃蟹走，我们从垫子的这一头走三步到另一头，我们保持膝盖打开，两脚脚尖自然朝外，膝盖朝着脚尖的方向，然后臀部往后上身挺直，半蹲的姿势。好，来，我们开始，一二三，左右算一个，一二三，注意我们在做的时候身体不要上下这样弹，始终保持一个平面移动，膝盖始终保持打开，不要内扣。二，好，我们总共做十个。三，感受你臀部发力的感觉。四，脚跟先着地，然后脚尖先着地。五，六，呜，已经好脏了。七，八，膝盖不要内扣，最后两个，加油。九，最后一个，十。OK， 呜，已经是非常酸。好，那第二个动作，我们做一个坐姿开合的动作，将手伸地，将上身挺直，腹部收紧，然后我们两脚跟相对，然后将弹力绳放在膝盖的这个地方，做一个开合的动作。注意，在做开合的时候，你的上身保持不动，只是将你的膝盖打开，感受你臀部的发力。我们总共做25个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感受臀部的发力。二十、五。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好，下面一个动作，我们保持侧躺，然后将脚尖朝下，腿往上侧踢，将我们的弹力绳放在膝盖上方，感受臀部发力，身体始终保持侧躺，不要歪斜。我们做10个，下步的时候慢，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我们现在脚尖朝上，再做10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现在腿已经非常酸了，我们再来做另一侧。先脚尖朝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已经非常酸了。好，脚尖朝上，这就10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我们做一个俯身上踢。我们将手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将膝盖外旋，脚跟并起来，然后你的力往上，脚尖勾起来，将你的弹力绳完全拉开，然后往上，将你的臀部收到最紧。我们每组做15个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五、四、
后一个动作就是电视臀桥，我们可以将这个弹力绳稍微往上放一点，然后将膝盖外旋，脚尖并起来，脚尖朝膝盖的方向打开。然后呢，我们将下背部贴紧垫子，腹部收紧，臀部往上顶，身体顶成一条直线。下落的时候慢一点，我们做15个。二，感受臀部发力。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最后一个，撑5秒就下来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。OK， 好，那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的是螃蟹走，我们从垫子的这一头走3步到另一头，我们保持膝盖打开，两脚，脚尖自然朝外，膝盖朝着脚尖的方向，然后臀部往后，上身挺直，半蹲的姿势。好，来，我们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左右算一个，一、二。三，注意我们在做的时候身体不要上下这样弹，始终保持一个平面移动，膝盖始终保持打开，不要内扣。二，好，我们总共做10个。三，感受你臀部发力的感觉。四，脚跟先着地，让脚尖先着地。五，六，呜，已经好脏了。七，八，膝盖不要内扣。最后2个，加油。九，最后1个，十。OK， 呜，已经是非常酸。好，那第二个动作，我们做一个坐姿开合的动作，将手伸地，将上身挺直，腹部收紧，然后我们两脚跟相对，然后将弹力绳放在膝盖的这个地方，做一个开合的动作。注意在做开合的时候，你的上身保持不动，只是将你的膝盖打开，感受你臀部的发力。我们总共做25个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感受臀部的发力。二十、五。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好，下面一个动作，我们保持侧躺，然后将脚尖朝下，腿往上侧踢，将我们的弹力绳放在膝盖上方，感受臀部发力，身体始终保持侧躺，不要歪斜。我们做10个，下步的时候慢，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我们现在脚尖朝上，再做10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现在腿已经非常酸了，我们再来做另一侧。先脚尖朝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
九，已经非常酸了。好，脚尖朝上，这就十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我们做一个俯身上踢。我们将手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将膝盖外旋，脚跟并起来，然后你的力往上，脚尖勾起来，将你的弹力绳完全拉开，然后往上，将你的臀部收到最紧。我们每组做15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最后一个，我们停5秒再下来，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做最后一个动作，就是电视臀桥。我们可以将这个弹力绳稍微往上放一点，然后将膝盖外旋，脚跟并起来，脚尖朝膝盖的方向打开。然后呢，我们将下背部贴紧垫子，腹部收紧，臀部往上顶，身体顶成一条直线。下落的时候慢一点，我们做15个，二，感受臀部发力，四，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最后一个，剩5秒的下来，五、四、三、